好，今天我们聊一下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以及协约国结束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几百年的统治，英国开始统治大部分阿拉伯地区，而剩余的阿拉伯地区则由其他西方列强来控制。英国人只会考虑如何来统治这片领土，绝对不会为了阿拉伯的统一以及领土完整与其他西方列强开战。但阿拉伯人反抗英国的统治以及追求祖国统一的情绪依然十分高涨，于是英国制造出了若干个藩属国，伊拉克、约旦、沙特、黎巴嫩等等许多国家。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是埃及，埃及1884年被英国军队占领，但在埃及的阿拉伯人的抗争从没停过。1922年2月28日，英国虽然被迫给予埃及半独立状态，但依然控制着埃及的国防以及外交，直到1952年7月23日，奈塞尔发动军事政变后推翻法鲁克王朝，掌握国家政权后才获得真正的独立。而埃及在美国以及苏联的共同帮助下，也成为了阿拉伯世界的龙头老大。可能当时苏伊士运河比石油更重要。1936年，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发生多起大规模的叛乱，因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都想统治这片土地，而此时的英国感到力不从心地维护统治，于是提出两国论，即犹太人控制20%的土地，阿拉伯人控制80%的土地。虽然这个协议太偏袒阿拉伯人，但犹太人就想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可是阿拉伯人根本不能接受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于是英国请求联合国介入。经过联合国的专家组认定，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过181号决议，应该在巴勒斯坦地区成立两个国家，以色列人同意，但是阿拉伯人坚决反对。可笑的是，美国和他的敌对国苏联都支持这项决议。1948年5月13日，英国军人全面逃离巴勒斯坦地区。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以色列建国的当天，第一次阿以的战争全面爆发，以色列周边的国家包括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以及黎巴嫩全面参战。战后，约旦占领约旦河西岸以及东耶路撒冷，而埃及占领加沙地区。约旦宣布占领区的阿拉伯人为约旦公民。虽然在阿拉伯地区成立了许多国家，但每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都把统一阿拉伯世界作为自己神圣使命。1958年，叙利亚与埃及合并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利比亚的领导人卡扎菲上校也倡议利比亚加入这样国家联盟，但自己必须出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你拿别人当傻子，谁会上当？1967年6月5日，所谓的六日战争，也就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埃及、约旦以及叙利亚被以色列打得满地找牙。埃及失去加沙地区以及西奈半岛，约旦失去约旦河西岸，叙利亚失去戈兰高地。约旦这时又宣布逃到他的国家的阿拉伯人不是他的国民，而是难民。当阿拉伯人意识到根本消灭不了以色列时，才出现承认巴勒斯坦以及有了巴勒斯坦难民的说法。1980年1月26日，埃及与以色列建交。事实上，埃以和解象征着阿拉伯世界的三不政策，即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国不建交、不和谈以及不休战的破产，也结束了整整30年间阿拉伯世界与犹太人的对峙局面，也推动了双方谈判与和解的进程。事实上，这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最尴尬。1956年，沙特驻联合国代表还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巴勒斯坦是南叙利亚，这是常识。叙利亚的前总统阿萨德还曾对巴勒斯坦的领导人阿拉法特说过这样的话：不要忘记，根本不存在巴勒斯坦人民，也没有巴勒斯坦人这样的单独分类，巴勒斯坦是叙利亚的一部分而已。
巴勒斯坦的尴尬在于，就算没有以色列，其实以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的认识，巴勒斯坦地区估计也就是被埃及、叙利亚、约旦各自瓜分为结局，巴勒斯坦地区也难说就会出现一个巴勒斯坦国。也有人认为，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就没有以色列国。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没有以色列国，阿拉伯世界或许会成为一个国家，也就没有了巴勒斯坦问题，但或许也没有了约旦、沙特、伊拉克、科威特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这个统一会是和平的统一，还是血腥的统一？事实上，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和平共处几千年，伊斯兰教徒也并不排斥犹太教徒。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中东地区除以色列外犹太人口最多的国家。2008年，以色列单方面放弃加沙地区给巴勒斯坦人，请注意，这块地是以色列从埃及手里抢过来的，但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把它当成恐怖基地，而不是用于造福于巴勒斯坦民众，这确实是一种悲哀。解救加沙的这个口号是你要解救谁呢？阿拉伯各个大佬国家从否认巴勒斯坦人到承认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从承认巴勒斯坦人到不公正地对待巴勒斯坦人，确实是巴勒斯坦人的不幸，所以巴勒斯坦人确实值得同情与帮助。